Hello， 各位伙伴，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黄老师 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五，我们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昨天的话呢，在早盘当中重点为大家讲到的几个机会欧日也是怎么样提前去启动了我们的一个什么空的这样的一个利润所以说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也是带大家去执行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及时的一个策略那我们的及时的策略的话呢，是执行了我们的一个欧日的一个什么回档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包括我们的欧纽也是一个什么回档打点的一个结构我们两单也是顺利止盈那从那个前天开始的话呢我们已经是什么连续三单都是什么止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回归到今天的话呢，我们的一些焦点主要是集中在了我们的这个原油以及我们的黄金这样的一个产品上面。首先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是原油这样的一个产品。原油的话呢，昨天日线怎么样，直接暴跌了将近有600多点的这样的一个利润那现在的话呢，也是到了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四小时的一个什么水平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从当下的一个 K 线上来讲的话呢，那这个位置也是得到了一个什么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并且在这一根 K 线上面也给出了一些什么刺头的这样的一些信号。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朋友们转换一下小的级别，15分钟这样的一个结构15分钟5分钟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来可以一起看一下。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呢这个位置的话呢，直接是一个什么微反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对不对价格直接打上来反抽上来，是一个什么微反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呢，对于我们的原油今天的操作思路是什么呢我们去做它的一个什么反弹变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朋友们反弹变反转并且就是在大级别四小时已经给出了什么一个支撑的一个刺头，对不对，小级别也有一个什么微反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价格只要能往下回调一下朋友们只要能往下踩一脚，我们就去干嘛，还是去做它这一边的一个什么去做它的一个多那这个多的话呢是什么，是反弹变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说呢，今天的原油的话呢，我们是什么等回踩之后去做它的一个多。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黄金。黄金的话呢，15分钟的结构很清楚三笔结构朋友们，就我们就看局部的一个走势最新的两三笔走势。这一笔打下来，对不对一个什么逆动能，对不对价格再往下踩一脚内回档 76.4 跟我们的什么正回档都是什么都是做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这个多的话呢，我们的利润是先看到前高朋友们先看它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如果说是到了 76.4 有了刺头的信号，我们直接可以去进场也可以组合策略去操作内回档正回档，组合策略去操作我们的一个什么多打点的一个多。那在周五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价格直接跳水再走一个什么延续的行情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周五的时间节点肯定是先看什么局部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利润所以说今天的多也是什么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好，除了我们的黄金原油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欧加。欧加的话呢，当下的结构还是比较清楚的，整体上的话呢，这一笔还是属于是一个下跌的趋势对不对，也很清楚这一笔还是属于下跌的一个趋势，当下的话呢就是一个什么局部的这样的一个震荡那这个位置的是什么，是一个空如果说价格能往上来打一下，那这个空的话呢也是一个很 nice 的一个空下来了再去做它的一个多所以说欧加今天朋友们今天乃至到下周一都是什么都是看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也是一个比较清楚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朋友们。好了，各位伙伴，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赚钱机会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将会享受更多的策略以及我们优质的教学服务。那在早盘的最后，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